热熔打包机续打包袋。第一步，先把打包袋剪齐。第二步，开始续打包袋，在白色轮子上面往里续。续不动时，按黑色按钮，续进1公分，然后按绿色按钮。续袋完成，开始打包。脚踏开关打包，手动按钮打包。打开加压，开始打包。